习武强中强，圆梦练兵场，数十场比拼精彩纷呈，激烈对抗，上百名选手闯关夺案，奋勇争先。今年获得终极英雄的11支参赛队，10名个人各显实力，力战突围。让我们记住这21个入围的参赛队和个人吧。能说能走，自走敌，加油！他们是1号候选人，抗美援朝神勇汽车兵的传人，尽显神龙尖兵风采的姚超。2号候选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在后勤仓储专业这个特殊岗位练就特殊本领的叉车霸王花周文。3号候选人，凭借一身硬功夫赢得高空骑兵美誉的杨安宁。4号候选队，驾驭装甲战车冲破层层险阻，争做铁甲先锋的绿队。5号候选队，常年身处深山密林的武警战士，开启黄金之门的金牌钻手，比武竞技勇夺冠军的黄队。6号候选队，他们的坐骑是新型轮式战车，他们的追求是圆梦练兵场，摸爬滚打锻造猛虎劲旅，大展铁拳雄风的绿队。7号候选人，体能技能全都过硬，技术战术样样精通，来自武警某部的精武英雄显东。8号候选队，无愧苍穹利剑，敢于尽射天狼，从防空导弹部队走来的蓝队。9号候选人，凌空飞将，浑身是胆，堪比雷神，空降特战勇士的优秀代表方斌。10号候选人，驻守在千里边防，练兵于林海雪原，长白山脚下的雪原骑兵王喜鹏。11号候选队，血脉传承，永续光荣传统，铁军争霸，自有后来英雄，来自叶挺独立团的蓝队。12号候选队，凭借过硬防化技能，展现真毒喜消威力，燕山脚下的降魔勇士，防化专业比拼的终极英雄蓝队。13号候选人，超级训导员与无言战友共同奋战，在人犬合一的特殊较量中夺冠争霸的魏玉磊。14号候选人，从雪域高原的藏族小伙，到武艺超群的优秀士兵，来自猛虎师的土登。15号候选人，训练场上敢打硬拼，比武场中志在必得，海防线上的精兵邹万强。16号候选队，比出战争之神的雄风豪气，赛出全能炮兵的神勇强攻，在猛虎师炮兵团一路奋战脱颖而出的黄队。17号候选队，肩负白衣天使的光荣使命，具备救死扶伤的过硬素质，历经极难险重磨砺的西南医院蓝队。18号候选队，切割汗毛，起吊救援，在复杂救援科目比拼中连闯3关，一路领先的红队。19号候选队，经过准细明快的基础检验，通过营养配餐的专业考核，接受饮食保障的实战考验，最终获胜的终极红管家组合红队。20号候选队，志在挑战自我，多重险关突破极限，奋勇拼搏，以高胆大的特战勇士黄队。21号候选队，技能精湛的装甲保姆，战车抢修的技术精英，身怀绝技的保障尖兵，来自万岁军的黄队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谁是终极英雄2014年的精彩回顾，我是李彦军。
在这一年中，我们的摄制组来到驻守在祖国各地的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，记录下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激烈的比武竞赛，展现出全军官兵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之要，苦练过硬本领，提高能力素质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貌。为了在年底组织2014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评选，我们推出了21支候选队和个人，并把他们都进行了编号，从中将产生我们2014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。由您投票决定，您支持哪支候选队或个人，就把他的编号以信件的形式邮寄给我们。如果您支持的终极英雄与最终的投票结果一致，我们将从中抽取5名幸运观众，并为您送上精美奖品。首先，我们要带您来到驻扎在冰天雪地边防线上的吉林省军区某边防团，认识一下在那场比赛中获胜的王喜鹏。他在10名参赛队员中经历了雪地极限体能、袭击匍匐、雪地生存、特种射击等一连串高难度的比赛科目，最后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对手。记得那次拍摄非常艰难，长白山一连几天大雪不停，尤其在雪地生存的比赛中，队员的雪铲挖断了，手出血了，并且紫黑紫黑的，看着让人心疼。请记住王喜鹏，他是我们的10号参赛候选人。我是王喜鹏，平日里战友们都叫我喜娃，因为在他们眼中我比较乐观，为人活泼开朗，最重要的是在训练中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欢乐。通过层层海选，我成为一名参赛队员，面临的将是各自连队的精英，但是我不会退缩，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战胜所有的对手，成为那人人敬重的终极英雄。准备，来，开始。第一关就要开始了。4号王喜鹏被分在了 A 队，两组队员分别扛起260斤重圆木，在等距离直径10米的圆圈外追逐，不限时间，直到其中一队把另一队追上为止。胜出的一队将奖励15秒的时间。不知道多少圈后，王喜鹏所在的 A 队眼看就要被后面的 B 队给追上了，但是他们依然在坚持。就在此时， B 队追上了4号王喜鹏所在的 A 队，第一环节圆木追逐， B 队获胜，并获得15秒奖励时间，进入运送物资比赛环节。身高比较矮，然后在我们一起扛的话，他也出不上力。停！B 队瓦生九率先过线，冲向下一个环节。快点，快点！在运送物资的比赛环节，4号王喜鹏所在的 A 队又一次落后 B 队。100米冲刺、100米伤员的比赛开始了。4号王喜鹏所在的 A 队率先到达了冲刺的终点，开始进行搬运伤员。最后的冲刺100米搬运伤员，考验的是模拟战时队友受伤，团队间的团结协作，展现的是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。最终第一关极限体能比赛成绩， A 队累计总用时12分13秒， B 队累计总用时12分29秒， A 队终于在这个科目先于 B 队到达终点， A 队直接进入第二关的比赛。
在第二关的比赛，由于重新分组，四号王喜鹏分到了 B 队。准备，开始。接下来出场的是 B 队，第一个投掷手雷的是张扬。面对 A 队完成的接近两个回合22枚的优异成绩 ，B 队的压力确实不小啊。王喜鹏也只做到了5投1中，这样的成绩真是让人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啊。好在这组的整体速度要比 A 队快不少，看来他们也只能利用有限的3分钟来多循环几轮了。最终 B 队的成绩定格在了18枚，比 A 队少了4枚，所以按照比赛规则 ，A 队获得20秒的优势进入下一关。乘车射击的比赛开始了，王喜鹏负责开雪地摩托，为了争取路上的时间，王喜鹏的车速很快，以至于后座负责射击的瓦生九在瞄准后差点没坐稳，赶紧调整好姿势，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前2个目标，还好后面的张扬快速对其目标进行了射击，到达第3个目标，王喜鹏的车速明显慢了下来，瓦生九专心瞄准，为了争取路上的时间，车还未停到位，张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，由于速度够快，他们在乘车射击环节比 A 队节省了10秒的时间，只要全部命中目标，他们就能追平总用时，王喜鹏也瞄准了目标，拖把，结果 B 队和 A 队一样拖把一发，加时10秒 ，B 队进入淘汰赛。第二组同场较量的是队长8号马兆鹏与4号王喜鹏。集合。那时候基本上心里已经定下了，感觉自己因为他跟我不是一个专业，我肯定能赢他。王喜鹏运用熟练的结合枪支能力，顺利将马兆鹏淘汰掉。这一关根据抽签分组，四号王喜鹏还是被分在 A 队。各组准备，走了。开枪！当时我们抽签时分到了，因为在平时执勤巡逻、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们无法选择天气。暴风雪来临前，战士们的确是需要挖掘这样一个北风的雪洞来栖息。先注意高度，深度先不着急，在高度人一旦在里边能蹲着或者站着，就会省力点。拨马枪。A 队队长温继龙就像他说的一样，总在以身作则的调动着大家的积极性。往趴窝里摆布上来。 A 队分配完任务，队长温继龙准备开始铺地铺了，而这时四号王喜鹏破冰取回了鱼，开始处理。此时 A 队已经生好了火，开始烤鱼了，而 B 队才刚刚抱回数只木柴。结合雪洞的外观、内饰和速度来说 ，A 队最终成功晋级，而 B 队只能进入淘汰赛了。这一关根据抽签分组，四号王喜鹏还是被分在 A 队。
第四关记忆射击，他再次与温继龙一队，凭借超强的记忆力，两人默契配合，成功闯关。那么到了这最后的终极对决，他们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？跪姿两人都发挥出色，最后的手枪射击人质靶，温继龙率先击发五环，这一发王喜鹏只要能够做到不脱靶，就能顺利拿下冠军的称号。最终王喜鹏成为了本次雪原骑兵的终极英雄。骑武强中强，圆梦练兵场，一年来几十场精彩激烈的比拼，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基层官兵的顽强意志和超强技能。他们在拼搏的训练场上为梦想而战，在实现中国梦、强军梦的大背景下，向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迈进。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到有着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，这是一支浓缩了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老红军部队，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，是新的历史时期全军第一支轻型机械化步兵部队。那么在这里所进行的终极英雄的比拼自然也独具特色，与众不同。最终获胜的蓝队更体现出了延续至今的铁军精神，让我们记住他们，他们是第十一号参赛候选队。我是蓝队一号队员曹宝刚，来自江苏东海，担任本车的装甲射手，能够参加圆梦练兵场这个比赛，我非常激动。在此次比赛中，我一定发扬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奋勇拼搏，勇争第一。我是蓝队二号队员，我叫刘胜，来自四川成都，担任本车四零火手。我是蓝队三号队员王波，来自河南濮阳，担任本车驾驶员。预备，开始。蓝队一号车长曹宝刚在前，二号刘胜居中，最后面是三号王波。蓝队一号曹宝刚和二号刘胜过火仗很顺利，三号王波装备挂网，小心呐！这边绿队三号王永晓也出现了失误，双方也是几乎同时来到绳索横渡。蓝队还是一号车长打头阵，绿队三号也采用爬姿。到了最后一个障碍高墙了，蓝队相互配合翻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墙障碍，这时蓝队的另外两名队员协同进行四零火箭筒的射击，两发两中，蓝队以目标全中，顺利进入下一轮。预备，开！紧接着来看看蓝队和黄队的表现。
蓝队担任驾驶和速记的是三号王波，这位92年出生的战士喜欢唱歌打篮球。王波转身后看的时间可是有点长啊。好，王波到现在未出现任何失误，没想到平时好动的他在赛场上非常冷静。车停稳，王波是先画好图再写字，在板前好像有点犹豫。蓝队十图罚一处，总用时5分55秒领先。第二关第二个环节，武装球渡抢滩登陆。看蓝队的方向感、速度以及力道的把握，明显比红队好很多，而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风向和水流的作用，始终向着射击区快速行进。蓝队两名划船队员快速跳入水中稳住船，三号王波担任射手，他首先瞄准右边第一个目标，好，首发命中。他射击节奏把握得相当好，又连续命中第二个、第三个目标，还有两发子弹。面对黄球和蓝球两个目标，黄球晃得厉害，他果断选择先打最左边的蓝球，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。命中蓝球，只要命中目标不少于四个，蓝队就基本可以保证晋级。看蓝队最后一个目标，漂亮，目标全中。比赛还在继续，他们快速返回，蓝队用时12分依然领先，进入终极之战。预备，决战一开始，我们看到两队采取了不同的安排，蓝队一号和二号负责压战，三号去开车门、开天窗、发动车辆。蓝队准备完毕，率先上车装弹，这给了黄队极大的压力。要知道，通往射击靶位的路只有一条，谁先将车开出，谁就会占得先机。但是压弹可是个仔细活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如果压不到位，你就是抢到了好的射击位置，弹也打不出去。好，蓝队的三号车抢先冲出，黄队慢了差不多有6秒钟。从起点到射击地线的距离是2000米，路很窄，要想超越很难。我们看到黄队的二号车几次接近蓝队的三号车，想超越都没成功。蓝队在前面把路死死封住，不给黄队任何机会，并且蓝队战车卷起的尘土也影响了黄队的视线。蓝队驾驶三号车抢占有利射击位置，黄队二号车只能停在草地上。蓝队由队长曹宝刚担任射手，中了。现在他屏住呼吸，调整炮位，瞄准，中了。再看看黄队担任射手的是邵明明，这位来自河南的下士，身材高大，体能好，善于投掷。尽管现在黄队处于落后位置，但他忙而不乱，快速调整炮位射击，中了。就在他要打第二个目标的时候，这边蓝队已经瞄准了移动靶，这发弹至关重要，如果脱靶，黄队还有可能反败为胜。曹宝刚瞄准，终极之战，蓝队赢得最后冠军。看了前面的介绍，他们会是您心目中最受欢迎的终极英雄吗？请将您最喜爱的选手或队伍的编号邮寄给我们。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22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谁是终极英雄栏目组，邮政编码100120。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防化兵。作为现代作战不可缺少的战斗保障兵种，防化兵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担负着繁重的任务，具有很特殊的要求。在北京军区某防化团展开的这场比赛，从体能、技能到综合演练，都始终围绕防化兵的特点。而最终获胜的蓝队，则以过硬的专业素质证明自己是新时期的降魔勇士。
他们是第十二号参赛候选队。我叫吴思波，来自以快乐工作、和谐生活光荣集体连队2040。我的家乡在浙江开化，我今年从军第五年，当兵是自己的选择，立了功，入了党，自考完成了法律专业本科。这次谁是终极英雄比武中，我的宣言词是：有红旗就扛，有第一就争，势不可挡，成为终极英雄。我是来自1030的李健，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。2009年12月，我来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，作为一名防化兵，我深感骄傲和自豪。在部队的培养下，使我成长了许多，入了党，立了功，今天能够参加终极英雄，我非常高兴。我的参赛宣言是：挥汗练兵场，百炼终成钢。我相信我能行。开始。蓝组首先上场的是二号李健，穿防护服戴面具对他们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，闭着眼睛都能穿戴得相当规范。蓝组的李健动作虽然规范，但速度显然慢了些，人高腿长的他大步流星，希望能追上李朝忠。到底是山里长大的，看李朝忠越障的动作像羚羊一样相当轻盈。这时李健想用力又怕失误，似乎严密的防护服对他有些影响。与他同场竞技的是蓝组一号吴世波，年龄不大，非常老道。果然在穿戴防护服这个环节他反超对手，几个障碍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蓝组一号吴世波在云梯上还顺势来了个花样。吴世波优势明显，越来越快。第一关体能比拼，蓝队3分31秒领先。针毒是一项高危科目，队员必须穿戴全密闭防护器材进行针检测试。按照一观察、二判断、三对比、四针检、五取样、六定论的针检口诀，确定毒剂种类。我们看到每个点检测员测试完毕后会将毒剂种类告诉同伴，同伴会用旗语将答案告知终点裁判。当距离较远，通信设备无法带入染毒区，针毒人员就要通过旗语告知观察人员，观察人员可通过望远镜了解旗语所表达的内容，从而快速准确完成任务。看到蓝组吴世波在第四个点上成功实现反超，先于两双胞胎兄弟到达最后一个检测点。好，蓝组率先到达终点。蓝队4分05秒，准备开始。机筒是用来抽吸染毒空气，折断针毒管，顶破针毒管中的安瓶和夜间照明的，由机筒头、机筒体、机筒把三部分组成，共有53个零部件。蓝组上场的是一号吴世波，分解完后要向裁判报告，然后开始结合。现在看来两人是难分上下，刚刚还在飘雪花，现在天晴了，但风很大，气温很低，两人的手都冻得有些发青。蓝组吴世波来自浙江，他聪明好学，反应快，虽然只有23岁，但却是防化团的十佳标兵，2011年获得过北京军区工化比武的第二名，全团单兵综合演练双第一，上电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蓝组吴世波率先完成。蓝组负责驾驶的是李健，绿组李奇动作迅速，率先开出抢得先机。蓝组李健情急之中出现熄火，李健，这可是终极之战啊！蓝组渐渐追上绿组，但李健几次想超越绿组都未能成功。快快快，没几米了！
组李奇驾驶技术娴熟，又占据有利位置，岂能轻易让对手超越？蓝组无奈只能跟随。两辆车先后进入指定地点，下车穿防护服。因为按照规定，两组可以在各自单位选择两名助手协助完成任务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每组是四名成员。风很大，为了不影响队友穿戴防护装备，他们互相之间都拉开一定距离。两组可以在各自单位选择两名助手协助完成任务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每组是四名成员。风很大，为了不影响队友穿戴防护装备，他们互相之间都拉开一定距离。随后蓝组驶入二号通道，蓝组开始起效的同时，绿组已经开始搭建淋浴帐篷了。蓝组现在形势不妙，如果不能在这个环节追上绿组，就有可能与本期终极英雄失之交臂。根据实战要求，喷洒车对道路消毒完成后，还需要对进入毒区的人员进行消毒，这就需要使用淋浴车开设人员洗消场，也就是搭建淋浴帐篷。这种装备具有自动化程度高、作业量大、洗消效果好、效率高等特点，和平时期可用于对核化事故应急救援、抢险救援等人员的卫生处理，一次可供八人同时洗消，水温可控制在30到45度之间。蓝组他们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支架搭得非常牢固。蓝组稳扎稳打，齐心协力，渐渐超过了绿组。出水了，热的。蓝组在搭建淋浴帐篷这个环节成功实现反超，他们快速向下一个点跑去。蓝组吴世波抢先登上燃气射流车，准备实施发烟保障。发烟车3分钟内展开，2分钟内发烟都算合格，按发烟速度和浓度定胜负。今天终极之战，蓝队赢得最后冠军。观众朋友们，下面将要看到的这场比赛可是更具特色，参赛的主角不仅有基层官兵，还有他们无言的战友军犬。这场人犬合一的特殊较量，实质上考验的是训导员的能力素质。那么最终获胜的魏玉磊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别忘了，他是13号参赛候选人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狗一直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朋友，它的忠诚、勇敢和特殊本领使它最早投身于军事行动，成为士兵们的得力助手和亲密伙伴，被称为战争中的另一支特种兵。武汉后方基地军犬训练队走过了20多年的光辉历程，引国内外名优犬种，历经培育、选优、养训，逐步形成了规模适度、品种优良、配套齐全及繁殖、训练、医疗于一体的战略后方基地军犬训练基地。这里的每一名训导员视军犬为无言的战友，他们与军犬朝夕相伴，精心呵护，耐心调教。由他们训导出来的军犬个个身怀绝技，本领超强，在不同的战备执勤岗位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
在今天的终极英雄比拼现场，来自武汉后方基地军犬训练队的训导员尖子将带着他们的爱犬一起，将展示出什么样的过硬技能，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特殊本领，精彩即将开始。我叫魏月磊，来自山东，到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十年了。这一条犬是我刚带的一条新犬，比利时牧羊犬，和它搭档已经快半年了。这个犬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比较兴奋，适合作为工作犬使用。这条犬待的时间比较短，这个完全看现场发挥吧。第一关极限钢板墙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来看看在第一关四号魏玉雷带着他的军犬是如何表现的。四号犬何山开始挑战。2.4米的高墙，四号魏玉磊的何山轻松跳过。高板墙再一次增加了高度，这一次是2.6米。看看他们的表情，都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训导员。四号犬何山开始挑战。2.6米的高板墙，何山在魏玉磊的带领下又一次成功跳过，顺利进入第二关。夜间穿越火圈比赛规则，军犬在训导员的引导下跳跃四个火圈，各组选手依次进行，逐步增加火圈的数量。在同样火圈的个数下，每组都有3次跳跃机会，跳跃火圈的数量成绩最低者被淘汰。第二关夜间穿越火圈比赛开始。夜间跨越火圈是依靠着微弱的汽车灯光进行挑战，这是参赛的6组训导员和军犬们都没有训练过的科目。犬的听嗅觉虽然超级灵敏，但是它的眼睛里只有黑白色，在视线糟糕的情况下还要跨过火圈，这不只是对军犬的考验，更是对训导员的较量。就在比赛前，陈家的伙伴二号犬啸天突然摔伤，只能遗憾地退出比赛。第二关夜间跳火圈的比赛开始了，让我们来看看四号魏玉磊带领的何山表现如何。比利时牧羊犬才刚刚2岁，正是好动的年纪，受训的时间相对较短，学得快，忘得也快，在火圈数量增加后行动开始犹豫。在魏玉磊的鼓励带领下，何山鼓足勇气飞身逾越，完成了3跳。面对8个火圈，四号何山试探的第一跳没有成功。魏玉磊不断地给何山加油打气，何山第3跳没有丝毫犹豫，一鼓作气跨越了火圈。好，何山不负众望，顺利进入第3关。飞跃断桥比赛规则，军犬在训导员的引导下飞跃空间长度为2.5米的断桥，各组选手依次进行。每轮比赛逐步增加飞跃断桥的长度，直至3.4米。在同样长度下，每组都有3次跳跃的机会，跳跃长度成绩最低者被淘汰。四号何山上场。四号何山没有辜负训导员魏玉磊的期望，只见他助跑，纵身一跃，成功突破。第4关。模拟灾害现场救援比赛开始。3名训导员分别带着自己的爱犬开始进行搜索，此次的任务是针对灾害地区2名幸存者进行搜救。四号何山首先发现幸存者，并对其吠叫报警的方式反映幸存者的具体位置。四号何山正在往2个目标地点靠近。
对于灾后废墟的搜救，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，军犬搜救的时间越短，挽救幸存者的意义也就越大。四号河山正原路返回继续搜寻，希望这次不要再错过了。好的，这次河山没有再错过，发现了幸存者并卧下，对其吠叫向训导员魏玉磊发出警报。牛书涛和伙伴大熊用时最长被淘汰。追踪扑咬比赛规则，选手携军犬在巡逻中发现假想敌，经过短暂交火后，假想敌突然消失，军犬沿着假想敌留下的脚印气味进行追踪，最终完成扑咬，军犬追踪扑咬用时最短者赢得冠军。四号犬河山开始挑战。四号河山首先发现了山丘上的假想敌犯，河山吠叫发出警报，河山迅速追捕上去。在激烈的枪声和浓重的火药味中，河山表现不错。短暂交火后，假想敌突然跑出小分队的视线范围，河山带领小分队沿着假想敌留下的气味进行追踪搜捕。魏玉雷一声令下，河山迅猛出击，对假想敌犯进行扑咬。魏玉磊携伙伴河山追踪扑咬，用时7分06秒，赢得比赛。观众朋友们，在这期节目中，我们向您介绍了参与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评选的几个单位和个人。那么，哪支队伍或哪名队员将是您心目中最喜爱的终极英雄呢？决定权在您的手中，请将您最喜爱的选手或队伍的编号邮寄给我们。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22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《谁是终极英雄》栏目组，邮政编码100120。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周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2014年终极英雄比赛的精彩片段。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